Eso。好，而家就系我由我整嘅呢一个 PRC 控制交通灯嘅电路，大家跟我嚟睇睇。首先呢个系我编嘅程序。我将呢个控制交通灯嘅程序编落呢个电脑之后，经过呢个 PLC， 跟住就可以控制呢个红绿灯啦。而家开始演示，开始。呢个时候，呢个地两边是红色红灯，呢呢边系绿灯，啲车可以由呢度行过。我等阵啊，超。好，这个时候绿灯开始闪烁，跟着变了红灯，这边变了绿灯，跟着车就可以这里开始行。这边红变咗红灯，呢度变咗绿灯。好，掩饰完毕，跟影翻嗌。多谢大家嘅支持。